斯风小秘诀。演奏萨斯风的时候，常常遇到气已经吹进去，却发不出声音来的问题，尤其是低音特别严重。到底该怎么办呢？别担心，我们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萨斯风的发声原理是运用竹片振动带动管声共鸣，所以练习在吹气的瞬间就达到足够的推力是非常重要的。推力不足会造成像这样的状况。竹片振动需要适合的嘴唇及气流力量，这边提供几个练习给大家。第一个，慢慢增加气流，直到乐器发出声音。这个练习的目的是让我们找到及确认竹片振动需要的嘴唇及气流力量。第二个，吹二停二，也就是吹两拍停两拍，目的是练习在每次吹乐器的瞬间都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对的位置及吹气力量。管乐器因为运用管长振动来发出声音，常常会有声音延迟 delay 的问题。声音延迟会造成在搭配背景音乐或乐团时很大的困扰。这里提供的练习非常重要，大家要练看看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个赞或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粉丝团提问。脸书输入江川策 SERGEIJING。或输入以下网址。萨斯风小秘诀，我们下次见。